业余的时候啊，我现在跟大家伙讨论的这个出主意这个方式，有很多是真正的学院派，就不屑于教的，甚至说我会说我胡说八道，但是我有我的道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业余的成年人打球，他在有了一定的球龄之后，根本就没法改了。你改了之后，他连原来的都忘了，新的也学不会，最后变成那没法打的球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有点取中，就在你现有的条件下，给你调一调，能不能有所改进？大拆大建是不可能了，知道吧？这还跟盖房子不一样，因为这个，因为你打了多少年以后啊，他那肌肉都有记忆了，原来的痕迹一定在。确实。所以说您那个定型了也。不是，所以说不，你像他这种球，就得是怎么打呢？他这个球，上手接发球全是长的，全给人送长，我才有球打，对不对？你这给我，你给我发短的，我刚就打，就所谓劈长，咣就一板长。哎，你要能学会水板搓一板转着，特别转的长，哎，然后你就退了，等他过来，嘣就蹬他一板，这你有球打。你跟人斗完了，你死定了，对不对？你前面不好啊，你也退不去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您那个刚才那位先生说发球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您在没在。这个练接发球啊，你得练这个东西，往前面搓球，反手搓球，反手搓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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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搓，没有那么下死力搓的，没有那么下死力搓的，缓缓的先给他，哎，你先把这球给他，让他过网，对，来。慢一点搓，慢一点搓，来，你把这球搓过，你慢点去摸，对，来，搓这边，搓这边，你看，哎，你别来这边，你就是版型稍微厚一点，你把这工作距离给它加长。半送半拖着，给他先弄过来，行吗？对，来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往前搓，往前搓，往前搓，把球搓长，对，搓长，慢一点，对，对，来，慢一点，放松手，放松。松一点握拍，对，把球送长一点，把球送长一点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慢一点，别发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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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了，哎，对了，好了，对，就这么搓，找一个伙伴，一个球至少30个回合不许失误，搓上半年以后，您再跟我回来说研究接发球啊，不会的，甭谈接发球，因为什么？他这个东西接发球啊，他不单单是发力的，这个你刚才搓球搓到最后那几板的时候，那个球搓的是有缓冲的，这球绝不能这么出来，对不对？他搓球，你看，这个绝不能是像您这个，当然。这不行啊，这懂我说这意思吧？所以您刚开始你要搓转，你把这动作给它完成，哎，完成，慢慢学会放松。这时候你慢慢的，这个搓的时候，慢慢的刚开始的感觉是在这儿，在这儿，最后的感觉就是从食指到这儿。哎，你到那个时候的时候，你才可以考虑怎么在搓的过程中加快，知道吧？你会了那个。然后你再练习发球，你把这两项学会了之后，适当练练拉球，这个时候你在乒乓球里学会这个制造旋转的这个过程，
本上具备。再反过来去研究介发球，你就会觉得容易好几百倍。没有上来就愣练接发球了，就尤其您反手搓球搓成那样，更厉害，好不好？谢谢啊，谢谢。您别以为我这是说上通州先带您去一趟昌平，不是这意思，我这是最近的路。哎，啊，您要是想把接发球练好了，就踏踏实实搓，要不然就胡来。你要是胡打，你八年以后还这样。你要说踏踏实实搓两年球，我可以保证第三年你的接发球一下长一大块，真的。Thank you.